我们再来谈异常。异常，西医是从果治病，主要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作为诊疗对象。为了厘清异常与疾病的关系，原始点将异常再细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。这就是我改到昨天刚改完的，不要看小小的几个字，以前就是说西医是从果治病，主要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诊疗对象，对不对？这一句太简略了，不能这样写，因为现在很笃定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嘛，西医透过仪器检查出来，不外就是影像跟数据嘛。那影像就是组织受损，显示组织受损，还有什么异常形态嘛？那数据呢？显示什么异常指数嘛？所以他们能检查出来只有这三个，一个就是异常，一个就是什么样组织受损。那你就直接把它写下去就好。那也就是以后不要再给你们有任何对西医检查的幻想，以为西医还能变出什么魔术？没有，他所有的检查都在这三者里面。我已经把它简单的化繁为简，把它讲透了，就好像中医所有的疾病，只有最后归根究结，它只有两个字，什么？所有疾病只有什么？两个字能表达的，那是因啊。所有疾病就是症状啊，了解吧？疾病是抽象的嘛，那具体表现的就是怎么样？症状嘛。所以你看哦，中医所有三大疗法，一针二灸三用药，是解决什么？就是症状啊，要不然它解决什么？所以西医能检查出来，我已经讲了，中医是症状两个字，西医呢也是两个，一个叫做异常，一个叫什么组织受损，就这样已经把它讲透了啦。原来世间的理就是可以把它化繁为简到这样，中医也是这么广泛的谈疾病，谈到最后只有两个字，症状。那西医检查的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，都讲透了，原来是这么玩的。那这个不讲不行啊，所以我这里异常一开头，我又不提哦，检查出来的是异常跟组织受损，那就是有漏洞，就是检查的结果作为诊疗对象，那检查结果是什么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这里就要直接具体的把它点出来，因为前面都已经表态了。好，那这里就变成为了厘清，现在因为异常有一个最大问题，组织受损没有问题，是疾病，它要治疗，我们也要治疗，这个没问题。但重点问题出在异常，所以为了厘清异常跟疾病的关系，所以原始点将异常再细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。哎，这一段你们再看看那个症状，哎，两个就对称了。好，原始点为了厘清症状的体相位置，原始点将症状再细分为症与状，有没有？那这里也是为了厘清异常与疾病的关系，原始点将异常再细分为什么什么？那写法有没有一致了？完全一致了。我写到改到这里，我就很满意了，很圆满了，觉得哦，那个用词遣字跟前面完全呼应，然后写法都一致，那读起来就会感觉很顺。所以这一句如果没有改，你们还是看不出我哪里漏掉，但你们也读得津津有味，是吧？但是我这样一写再解释，你们是不是都看懂了？应该完全看懂了，这里没有什么好难的嘛。那西医检查原来就只不过这样而已。那我们最重要的这里谈异常，主题在这。那组织受损之前已经谈了，我就不谈了。所以这里都在谈异常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其中异常形态如癌肿瘤、子宫肌瘤、纤维瘤、肠息肉、脾肿大、肾萎缩、脑萎缩、肝硬化、肺纤维化、心血管堵塞、脑梗塞、白内障、骨刺、骨头坏死、关节变形、脊椎侧弯、椎间盘突出、宿便、结石、寄生虫。异常指数如异常的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、尿酸、癌指数、肝指数、肾指数、胆固醇。
在临床上通过仪器检查发现异常，往往需忍饥挨饿空腹进行，甚至还需忍受像麻醉剂、内视镜、放射线、抽脊髓、抽血、穿刺、切片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。殊不知付出这么多代价，查出的异常不仅不是疾病之因，也不是疾病本身。好，这里应该看得懂，文字不难，我们继续看下一段。现今医疗中的一大误区就是错认果，将衰老的异常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，而使病人变多。但衰老的异常与疾病的症状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所以是果而非因。如果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，就会犯了两种错误。首先是一症多因的错，即认为一种病症可由多种异常所致，比如痛症可由肿瘤、骨刺、椎间盘突出、关节变形、结石、宿便、高尿酸、高血糖等引起。但原始点经临床实证确认，所有病症皆由体伤直接导致，即体伤这一种因可导致多种病症之果。例如头部体伤可导致头痛、眼干、鼻塞、耳鸣、牙痛、面麻等所有头面部病症，也就是一因多症，而非一症多因。再说一症多因，一疾一果多因，也与理不通。正如一个母亲因可生出很多孩子果，而一个孩子果不可能有很多生生母亲因。所以认为一种病症可由多种异常所致的一症多因，本质上是道果为因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好，其实在讲这一段，一开头我们就说这些检查出来，不管是衰老的异常还有疾病的症状，皆由什么引起的？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嘛，所以是果而非因，已经讲很清楚了。但是西医你看他检查这么多，他们却又来说这是疾病的因。其实如果听懂第一句话已经完全反驳了，但是如果我不写后面的这些，一般人还是看不懂，所以只好再把它讲清楚，举很多例子。因为他们一个痛症就可以说，哎呀，这个是由什么异常指数或异常形态引起的。但很显然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症或状都是由什么引起的？体伤引起的。还有当然热能不足是间接的，但体伤就可以导致这些，对吧？不管是患处体伤还是他处体伤都一样嘛，体伤就可以。那我们举他处体伤就很容易解释。你看头部一个开关，你所有头面部的所有的病症都可以解决啊。那也就是一因就可以涵盖很多症，怎么会一个症反过来要追那么多的因？因只有一个啊，不可能很多个啊。这个就把怎么样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化简为繁了。西医是真的都搞这一件事。那他搞了那么多，原来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这些检查然后再来说这个是什么因，那还是怎么样？还是果嘛。我们第一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你不管怎么解释这些老或病的检查，到最后还是怎么样？都是果。你不管说这是病因或是说是什么病情引起的，还是在讲果。所以最后我们也只能结论，它绝对都是导果为因啊，然后才说一症有多因。那第一步已经错了，你把果当成因，然后再来发挥说，哎呀，一个症里面有很多因，那个因还是果啊。所以它里面充满着，我认为从西医的第一件事，它把果当成因，就注定了很多是讲不清楚的。那我们还是要耐心的把它说清楚。所以这一段都在讲一症多因的，那
追根究底就是道果为因才产生的。那这个应该大家看得懂吧？好，另外第二个错就是这个是鼓励大家去检查。哎呀，你哪里痛，一定要检查才知道嘛。因为一症它里面有很多因嘛。啊，事实上它鼓励你去检查，检查出来的通通是什么呀？是果而非因，然后它又借题发挥，这些果才是疾病的因，然后就要叫你要做什么什么。那如果真的检查出来，就会发下面的问题了，就是他进一步会跟你讲，如果这个癌肿瘤不处理，他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啊？然后如果高血压你不处理，以后会脑中风、头晕怎么样？就开始果生果了啊！这就变成一连贯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。其次是果生果的错，即认为一种异常可导致多种症状，比如肝硬化可导致腹水、食不下。肺纤维化可导致咳嗽、气喘，糖尿病可导致皮肤溃烂、眼睛瞎，高血压可导致头晕、脑中风，椎间盘突出可导致腰痛、腿痛，肠息肉可导致腹胀、便秘，癌肿瘤可导致倦怠、暴瘦、疼痛，甚至死亡。但异常与症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，且二者皆属果，其间并无因果关系。这道理就像症痛不生状，肿状肿不生症痛一样，所以果是不可能生果的。所以这里第一段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，而且它甚至跟症状是怎么样可由不同体相所致，这些检查出来的异常啊，跟你的症状，因为他要解决你的症状，然后才做了很多检查嘛。那这些检查事实上是由不同体相的，不管是老或病，跟你的症是不一定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不一定都是他处或患处，即便都是患处，也是果生果的问题啊。啊，果不可能生果的嘛，这些完全是都是不能成立的。那我们还是耐心的说，如果我们举前面的症跟状来解释，那这个影像就是一个状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异常形态还是组织受损，它还是一个形状嘛，所以你才要看影像嘛。那这个影像跟我们的症是体相有没有位置一样？不一样啊，二者都是什么呀？果嘛。啊，果与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？没有，前面已经讲了，而且道理都已经讲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只是把前面的道理再进一步再来说。所以如果遇到这种可由不同体相，而且二者又是果，那中间一定没有果生果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这里就做结论，所以果是不可能生果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我再批驳一次，下面再批驳一次，我们看下面我怎么批驳。再者，异常属衰老，症状属疾病，要是不一样的果都可以果生果的话，那么树上的苹果也可以生出香蕉、葡萄来。好，这里我是把它又简短了，直接批驳。以前还举了很多，都不必，直接说了，就是异常属衰老，对不对？那症状属疾病，我们第一段都已经讲嘛，不管是疾病或衰老，是不是二者皆属果而非因？很显然嘛，啊，两个不一样的果怎么会果生果？老怎么会生出病？那如果这样，我老了，我一定要病了。我没有生病啊，我今天人很好啊。你看我今天精神状况很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期待跟你们这一场聚会啊，我是有期待来的。其实说到这一场哦，我说我每天都在辛苦的想，然后这些道理很重要，因为很多都临床，因为你们很多种啊。我看一个水肿的手水肿，你们还在敷还在包，那个是好不了的，那个患处没有推，热源是进不去的，我已经把我的鼻子都试出来了，我看你们还在玩我旧有的，我着急啊，你知道吗？好像你们都无动于衷呢，还在玩一些有的没有的，这么重要的课你不上，你不可能知道的，那你就一样化葫芦，因为里面还有灌肠的，他们都实际在操作，我们会还在继续研发，对吧？啊，你们也没有研发精神，这里
我说批判的就是讲难听一点，基金会就是做不出来也不问，然后患者提出异议的你们也无法解决，然后还有很多国外的想慕名而来的想来基金会学，但明明我就看到基金会已经很不堪了，他们还要来学什么我就不知道，所以我很急。那我有宝啊，但是没有人问我，我也不好说，我里面有很多想讲。露娜陈经理他们好不容易回来，我叫他们这一次要把内外热源讲清楚一点，因为在亚特兰大他们马上就做，很多效果都出来了，患者不能慢慢的知道啊，你们一直错，那他又不知道好方法，对吧？所以对于法的追求一定要怎么样，非常积极，而且是抛开个人恩怨的，没有个人是非的。如果好，你一定要排除怎么样万难，早晚有一天我也会跟各位说拜拜的。我已经讲过了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我路过人间，我只不过来这人间一遭而已。大家因缘具足，我们就讲一场，让大家明白，然后让大家想发愿助人的心愿能够达成，如此而已啊。你来这里学的是什么？救人的根啊，这个叫做原始点医疗基金会呢。很明显，它就是牵扯医疗。没有了这个医疗的核心，我们跟其他的团体有什么两样？我问各位，是不是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有一个新的法，大家一定要去试。所以我一直希望说，将来基金会最重要的不是在办一些什么活动，而最重要的是在怎么样？有新的法一定要怎么样？大家要有心一同嘛。你们排除困难，我也尽量怎么样排除我的困难嘛。我也有我的原则，但是我的原则是利益众生，以这个为大前提。所以如果今天不是这个法能够利益众生，我就不会要求大家赶快举办。就好像人终有一天要面临老病死的关键嘛，这个十字路口，你如果走到这样，你还有心情去？还有什么事要办？还有比这个更重要吗？所以这样重要的课，如果真听懂、真干、完全了解，检查出来的是什么？都是果，果又不能重新解证。你检查了那么多，只是怎么样？多寻烦恼啊！所以这样课，如果你们不追求真理，如果你们不追求这最后的答案，你们以后面临到的。那所以你们要做什么检查，也许你情非得已，也许是家属都有可能，但真懂的人他是怎么样？泰山崩于前不动于心啊，完全不动的，他知道我的命接下来会怎么样，这些检查对我的结果会是怎么样，我清清楚楚的，那怎么还会去呢？我们终究要面临生死啦，生老死啊，一定要怎么样彻底的了解，然后还要把问题解决，这一生你就没有白来了，这个才是价值啊！哦，所以一不同的果，怎么可能果生果？我是用这样的比，所以这样的形象，我认为没有人听不懂。哦，所以这里也做了一些修改。好啊，所以这可以看得见，他们两种一正多因，或是果生果，本质上你推到最后都是怎么样，道果为因所产生的。因为他们以为有因，他们检查出来就是因，殊不知这些都还是怎么样果嘛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异常不是疾病本身，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，身体衰老败坏程度各个不同，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，仍会有个体的差异。这些差异无论如何努力改善，有些人会超出正常标准，而被视为异常。但异常既不是疾病，症的不适感、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，也不是状的组织受损，故非疾病本身。正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，也不是疾病本身，所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不能反映健康的真实状况。这就是常见身体有病，检查结果却正常，身体无病，检查结果却异常的原因。
虽然透过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能够因此改善异常，但医学要治疗的是疾病症状，而非衰老异常。明了此理，就不必想方设法去追求仪器检查的所谓人为正常标准。在诊疗上，西医与原始点的不同尤其明显。比如患者视力减退，西医会先用仪器检查，最后若认为是白内障阻碍眼睛的运作功能，再由眼睛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导致视力减退，西医就会采用手术，直接从果解症，治疗白内障。原始点则完全不需仪器检查，直接从因按推头部原始痛点，若有改善，此视力减退属他处体伤所致；若无改善，则此视力减退属患处体伤所致。可用温姜汤清洗眼睛，以改善热能不足，间接修复患处体伤，疗愈病症。由此可见，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故从果治病不仅需要仪器检查，还要治疗异常。原始点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，故从因治病既不需仪器检查，也不用处理异常，此为两者最大的差异。此外，西医认为果可以生果，即异常的果可导致病症的果，所以为了解决病症必须治疗异常，但衰老的异常既非疾病之因，也非疾病本身，因此并非治疗对象。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，以白内障为例的果，已造成患处体伤，阻碍眼睛功能的因，再由患处体伤，眼睛功能受阻的因，导致病症视力减退的果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西医才能从果解症，治疗此异常形态白内障。好，这里稍微解释一下，你们看得懂吗？这里哈、哦、举这个例子是比较让大家容易理解。白内障是属于怎么样异常形态，对吧？那白内障是果还是因？绝对是果，因为从身体生出来，怎么会生出因来啊？那身体是因，生出来一定是果。好，那我们的眼睛白内障，我们视力看不清楚，是真的眼睛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眼睛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因为白内障障碍了我们的眼睛，所以我们眼睛才看不清楚，但眼睛本身是没有毛病的，了解哦？所以这个异常形态西医他直接怎么样从果解症，就是处理异常形态，所以他把白内障手术了。但原始点要不要这样处理？不用，他这个会生出白内障，那个白内障还是属于什么引起的？体伤还有热能不足。那个体伤是属于他处还是患处？刚刚讲了，组织受损也好，异常形态也好，这些一定是属于怎么样患处体伤所致，因为这个揉了不可能怎么样白内障立刻消失，对吧？所以很明显嘛，这个如果是白内障遮住的，你不可能揉好的嘛，所以这个是属于揉不好的，一定是属于怎么样患处体伤，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。好，那原始点是直接怎么样从患处体伤下手，那直接洗眼，对不对？那我问各位，可不可以按摩眼睛？当然你不要眼睛睁开用手去按摩，没有人那么笨的啦，是闭起眼睛然后在周围这样按摩，你把眼睛这样揉一揉，这里大家已经清楚了。因为患处，你看我早上讲这个例子你们就知道要不要揉，甚至要效果会比直接清洗可能怎么样还要好，因为我一直涂6个月它也不变化，最后一气之下把它左搓右揉，然后不断摧残，然后不断刺激，哎，它才改变的。这些
很坏的，他需要怎么样特别把它怎么样修理修理，他们才会乖的、哦、所以这个、哦、同样我现在已经知道幻处体相还要再幻处加强，不止乐园还要怎么样安推也要配合、哦、这个是已经公式了，了解。所以我今天讲的就可以完全推理了，比如肚子水肿好了，那肚子要不要推？是涂抹姜粉泥就好了，还是还要推？还要推啊，这样热源才能进去啊，而不是只有轻轻的，这样是没什么效。你看我轻轻的涂六个月，他也不甩我，大力的他就甩我。你看大力的，我从美国回来超过一个月，你看改变这么大，几乎好了八成，现在还有一个小硬块在里面的，他又会慢慢稍微凸，那我也能够预测。所以为什么很多肿瘤、哦、你看乳癌它消了为什么又肿起来？因为那个根还在，根在它就会还会怎么样再来一次，那再来一次不见得坏，了解吗？继续按，然后继续温敷，让它怎么样，甚至再破了流血都没关系，它会再一次的怎么样吐到光，它就不会生，然后它会进行修复，修复就会快，甚至有些会爆掉，有没有？你看它硬硬的然后再来就爆掉，没有爆更惨了、啊、爆了不见得坏啊，然后血流出来了它就在开始修复了，然后这些组织啊坏死的东西它就会随之流出来啊，就像结痂这样。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、哦、原始点幻处体相是可以配合按推的，这里如果要写仔细一点，那现在大家了解也就好。那以前我们重用内外热源，哎，还是有效啊，了解我的意思。所以内外热源有些有效，但重病的时候有时候比较难处理的，还是要配合安推，记得我讲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处理的到底是从阴结症还是从果结症？我们还是从阴啊，我们从体相下手啊，啊体相改善了果就改变了，我们不是拿刀子去割他的白内障，有没有？但还是做得出来，因为他眼睛没问题嘛，那你只要阴改变了，我们那个果、啊就是异常的形态的果还是会改变的嘛？你看我这个就是异常形态嘛。这样说来白内障好就不意外了，两者是不同的思路。但是有一点，那这样白内障是不是疾病的因？它怎么会是？它是果啊，但是它会障碍我们的因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这个果障碍了我们的因，造成幻处体相运转它不能充分发挥，所以它障碍了体相的运转，然后导致我们的视力减退。所以不是这个白内障是疾病的因，万一这个白内障如果是疾病的因，我问各位，如果他没有障碍眼睛，有些人还是有白内障，但他视力会不会减退？不会，没有障碍到就不会，了解吗？所以如果他是疾病的因，他有一点点就应该你视力要减退啊，甚至看得模糊啊，也不竟然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很显然他绝对不是，但是它有妨碍到阴的时候就会，所以也就简单的讲，它妨碍了幻处体相就会了。所以对于异常形态还有组织受损，这两者都有可能怎么样造成幻处体相，再由幻处体相怎么样导致病症，也就果影响阴，阴再导致另外的症状出来，视力减退模糊的症状出来。所以不是因为异常形态是疾病的因直接导致的哦，绝对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说果不可能是因的道理，我这样解释你们听得懂吗？也就简单讲，这些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跟组织受损是果，有一种状况它会怎么样造成幻处体相，再由幻处体相怎么样导致病症，但这些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不可能直接怎么样直接产生症状，不透过阴它就直接产生症状，那这样白内障就会视力减退了，不是这样讲，理解了吗？那其实大家也很容易理解了，西医检查出来从第一段都已经讲它是果还是阴，果嘛，啊果可能生果吗？不可能嘛，就像兄弟彼此都是妈妈的果，老大会生老二吗？不可能的。好，那这里讲的重点就在这一段，我认为西医这个检查出来不是说都没有用，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它还是有可能会导致幻处体相，再由幻处体相怎么样
导致病症。就像你宿便，你积久了会不会出问题？会，但不是肠子有问题呀、啊，肠子什么功能都，但是它就是堵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就要怎么样？你还是要加强体香跟热能不足，让它自己怎么样排除出来？就像我们现在灌肠，直接送到体香位置，加强温敷，然后让它排除出来，一样的道理。这里如果都懂了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